预备备，来！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游泳！一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游泳！食物坏掉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就对了。有了悠悠牌电冰箱，您的食物不会隔天就坏掉不能吃哦。真的吗？电冰箱真的有这么好用吗？是的，食物摆冰箱就比较不容易坏掉哦。咦，为什么食物摆在冰箱比较不会坏掉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上次发生了大爆炸，这一次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我想夹这一个应该没错吧？博士，博士，阿强，哇，新发型不错看哦。博士，你的也不错看呐、啊。我的，好说好说。阿强，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对了，博士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要回答问题哦。哦，回答问题，那就开始哦。食物会腐坏是因为细菌，而温度则是可以控制细菌的滋生。嗯，温度怎么说？这是因为呢，大部分的细菌呢，在高温摄氏35到50度的时候呢，最为活跃。20度以下，活动力就会变得较弱；而在低温摄氏5度以下时，就会减缓生长。哦，所以
冰箱里面都是冰冰凉凉的，就是要让细菌减缓生长咯。阿强，你实在是太聪明太聪明太聪明啦。可是食物放在冰箱里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坏，永远不会坏。现代人常常在冰箱里塞了太多太多的东西，而且又不去清理的话，则会让冰箱的保冷程度下降，而让冰箱成为细菌滋生的场所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博士，那古代人他们没有冰箱哎，他不就一天到晚拉肚子吗？哎呀，阿强，我们的祖先可是很聪明的，他们会利用干燥，也就是去除水分的方式呢，来保存食物，像是鱼干啊、肉松啊等等等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不然就是弄得很咸，这样食物也可以放久一点哦。阿强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聪明啊？哪有，是博士你教的好啦。不不不，是你很聪明。是博士教的好啦。是，是我教的好。是我聪明啊。是我教的好。我聪明。我教的好。我聪明。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爱游泳的企鹅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纽西兰奇异果是如何长大的吗？它是在阳光充足、空气新鲜、不含火山灰土壤的环境中长大的哦。经由蜜蜂传递花粉，每年4到5月采收，还要通过超过上千道的健康检查。健康的奇异果宝宝会得到纽西兰奇异果特有的身份证，才能坐船到台湾哦。奇异果好吃又营养，小朋友多吃奇异果，常用营养保护自己哦。起来动一动咯，现在是广告时间。小朋友，小黑来了，赶快站起来跟着香蕉哥哥一起来唱歌跳舞咯。天生就乌漆嘛黑，我不是狗狗，也不是猫咪，你猜我是谁？我是小黑，爱闯进你的世界，嘿嘿，我不会咬你，更不会吃你，你是我的哈比，嘿嘿嘿。在黑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吓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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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黑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吓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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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黑来了，小朋友快躲到棉被，嘿嘿嘿，吓坏你是我的快乐。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
河马。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先盖下土呀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。那边有里山呀，山过来，这边山呀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来山去，山来山去，想吃番薯等不及。今年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先盖下土呀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。那边有里山呀，山过来，这边山呀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来山去，山来山去，土要怎么爬下去。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先盖下土呀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。那边有里山呀，山过来，这边山呀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来山去，山来山去，想吃番薯等不及。今年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先盖下土呀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。那边有里山呀，山过来，这边山呀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过来，山过去，山来山去，山来山去，土要怎么爬下去。今天的故事是在咩咩牧场跟星星牧场发生的。话说这两个牧场中间只隔了一道栅栏，两边的牧场主人说好，为了不让两边的羊群们不小心混在一起，最一边养的是白羊，而另一边养的是黑羊。每天早上牧羊人都会准时为羊妹妹们准备好吃的牧草，但很奇怪的，黑羊们吃得很开心，而白羊们却露出了不开心的表情。今天的草没有味道，一定是主人放在仓库太久了。你们看，黑羊每一个都笑得那么开心，他们的主人对他们比较好，一定都给黑羊吃新鲜美味的草。我们的主人一定给我们吃过期的。我们不要吃过期的。天心，你们吵什么吵啊？连个觉都不让我好好睡。天心，叫你们不要吵了。天心，哼，怕了吧？好好的吃草，不要吵我睡觉。为什么我不是黑羊呢？对了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让我去骗骗那群呆呆的黑羊。我们的好邻居黑羊们，早安啊！早安。我们正在吃早餐呢。阿妹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说黑妹呀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吃的草很神奇耶，只要吃一点点，就会令人有很饱的感觉哦。你们的主人对你们真好哎。这是当然的了。哎，看在好邻居的份上，我们可以把好吃的草分给你们吃吃看哦。哇，那不好吧？你们看起来还没有吃多少哎。哎，那是当然的，我们昨天吃的草还一直饱到现在呢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两边的草偷偷交换一下，让你们也可以尝尝这美味的草。好啊好啊，那我去跟大家说一下哦。谢谢你们，来，这是给你们的哟。谢谢。
客气啦，我们是好邻居呀、啊。快点来吃早餐吧，我都快饿昏了。节目好看吗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快点来吃早餐吧，我都快饿昏了。我有比较好吃吗？应该有吧。哪里不一样？我还没有吃出来呀。这草果真吃了就很饱哎。嗯，白羊真好，肯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草。阿妹，谢谢你哦，你们的草真的吃了就很饱哎。吃，居然也把我们的草都吃完了，那当然会饱啊！阿妹，都是你啦，出什么馊主意，要跟他们换草？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吃饱。是你说他们的草比较好吃的，可是我又没有叫你跟他们换啊。那我跟他们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阻止我？那是因为你已经过去了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来不及阻止你嘛，真是太过分了啦！这天，牧场主人要带着羊儿们去剃毛。后面的跟上。老妈妈，你先请好了。好啊，那就谢谢你了。黑妹，你年纪小，先过去吧。啊，谢谢你。下一只。哇哦，现在真是凉爽多了。黑妹呀、啊，你看起来长大了。老妈妈，我刚刚量体重，又胖了1公斤哎。真好啊，真好。牧场主人确定了黑羊们都剃好了毛之后，就准备要回家了。奇怪了，白羊们怎么都还没来呢？哎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咪咪咪咪！哎，你们看，白羊怎么还在桥那边呢？你们挤在一起，这样怎么过桥呢？往后退，往后退！我来帮你。气死我了！叫你们往后退，怎么都不后退啊？好痛啊！谁踩了我的脚啦？你的脚踢到我们啦！你们前面都不排队，我们后面根本就过不去。我看这桥就让白羊们走吧，我们绕个路走回去好了。好啊，我们就绕个路走吧。那各位，我们走另外一边吧。都是你们这群没有礼貌的羊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你们还在这边互不相让，真是气死我了。
累死我了。都是你们害的啦，害我们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你们快给我进去，快点。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群没有礼貌、爱计较的白羊？怎么不学学人家黑羊呢？哎，那些白羊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会这么晚呢？好可怜的白羊哦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赶快睡觉吧。你不要抢。